我要把我们关在车上24小时，让他体验一天汗流浃背、头发暴露的一整天。你要在这边睡到明天早上？啥意思？哎，等一下，后车厢发霉。目前位置42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黄氏兄弟。看到我一个人就知道，今天不是整人就是惊喜。离伟伟的生日越来越近，也有可能是惊喜啦。不过今天是整人。想到上次伟伟把我关在阳台24小时，我就觉得难受想哭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我要来反整伟伟。我要把伟伟关在车上24小时，让他体验一天汗流浃背、头发暴露的一整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假借回外婆家，然后我们要告诉他今天的计划是一日三餐煮给外婆吃。不过这个企划真的是会拍哦，但不是今天。然后呢，我妈借机把我关在车上，我们马上出发吧。趁我还在迷茫的时候，快把你绑上。因为现在是12:00，在我们开始这项企划之前，我们要把它关到明天的上午。那大家记得，就是在荧幕前的大家记得不要学习，因为我们就是24小时都有人在旁边顾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车窗都会打开，只是呢，如果还要让车内比较凉点的话，就有些任务条件啦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听到停车了，让你们在搞鬼。你上次不是把我关在阳台24小时吗？你今天没办法跟阿妈 say hello 了。我今天不能跟阿妈。所以你要在这边睡到明天早上。啥意思？所以今天没有要煮饭给阿妈吃啊？之后一样会有煮，但不是今天。是怎样？我今天的挑战是什么？你就是要在车上待24小时到明天。在车上其实不难啊，比起之前在厕所或是你在阳台，对啊，车上不难。你看我车上我还可以，蛮好的啊。那我今天就先这样了，谢谢大家。你不觉得现在你的车内环境没有什么居家感？所以我们现在要让你自己布置你的家，但我们要先卸货。对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比较开心，他比较爽吧？他在看我们在那边。我刚刚就说了嘛，我就是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你那也关。我还是有任务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就是好好的在里面听指令做事。来，快点！第一项任务，你要先布置好你的车子，要布置好你的室内环境。你甚至连想要开那个门都没有，你就完全不想尝试，你就直接放弃哦。还是你觉得在里面比较爽？那真的一日三餐真的很累，我那个什么累？煮给阿妈吃很累。我们说的那一日三任务开始了啦！快点，你要现在把它打平，你要布置你的家。OK， 好，等一下我第一个是打平我的后座，是不是？然后打平之后呢，你要把 GoPro 放到我们家。很烦嘞，一机在这边，然后你们在外面，然后我还有两机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后车厢发霉。然后就真正死了。哎呦，你看吧，发霉，好恶心啊！为了让你把那个霉扑掉，我们现在给你一个床垫，好，来自己打气。这什么啊？是气垫吗？对啊。然后呢？气垫。吓死我！我以为你要我自己吹。也是可以啦，如果费友良够会吹的话。不好说。越来越热了，越来越热了，那个车内的冷气不行。所以你要不要加速一下？我先叫阿妈，你慢慢用。我刚把阿妈逗乐了，因为阿妈就问我说：“滴滴嘞？”我说：“滴滴后尾关掉车厢。”你在细休息，阿妈都热了，现在阿妈阿妈对阿妈又说，我听不。你这个没认真哎，那你那你讲你讲，你在细休息被断你的枪，来得丢啦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个这个很可怜的小气垫，没没没没，还有在下一个，这什么？就是铺上去啊，铺在哪？我们铺在气垫上面啊，铺在气垫上，这很不优质这会一直跑掉。不行啦，你看这个，你们要不要当底啊？对啊，这要当底啦！你们很不专业，上到最后也不上那个顺序的。现在这温度至少有35度，连外面还比较凉没有，外面很热。你外面真的比较凉。来，下一步自己装电。那也不烘，为什么这个企划不能冬天来拍？你知道每到夏天，只要听到要拍外婆家，真的就是准备好要大爆汗的。哟呼！我布置完，我布置完，我布置完了。来，需要给你不需要绿色植物，阿嬷加很多绿色植物了，这竟然也会增加我的热量了吧？太多了，四组满满的正能量。然后我们怕你在车上就是孤单寂寞。
小一个小伙伴给你哦。真的吗？他是不是要把那只恐龙塞进来了？很热，你知道心浮气躁的时候就会想要讲抱着的屁嘞！我什么时候抱过？不要太多毛的东西了，拜托。你刚刚讲的小恐龙来了，你孤立的男朋友怎么在这？小恐龙送你。你布置完现在差不多一点了嘛，那我们为了让你车上凉一点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小任务啊。我们需要你吃完一个东西，我们就给你电风扇。哦，那蛮好的啊。哎呀，两个观众在那里呢。我有冰吗？为什么？压冰。压冰。没。没有压冰了了。我刚刚在偷吃冰。来，我们现在是一天的午餐。来了。阿妈，谢谢你搞我看。所以怎样？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你们端了一碗，这个是什么概念？你们存心想要害死我吧？午餐时间，而且你吃完，我跟你讲，就可以得到电风扇。谁会在大热天没冷气，连电风扇都没有的状况下吃辛拉面？就你了。好了，我们等你喽，啾咪，来，狗狗。我真的是觉得空气稀薄呢。阿妈那边拿着，在冒烟呢。阿妈一直质疑我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，然后阿妈就干嘛呢？我安呢？那是你的，他的，我的兴趣。不好意思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因为我们看我们20秒就陪了他，然后车窗都打开。你们不要看我这样子，目前就是面目不改色的，我的背后已经湿一片了。我连脚都开始觉得有汗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哥哥，我吃完了。你觉得我像仆人呐、啊？怎么回事？快了电风扇一台。哦。啊！救赎。好，那因为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跟小帮手们，我们要去吃个东西啦。啊，你可以在那边午休一下，休息一下哈，睡一下哈。外婆家每次来都下雨，为什么今天就不下？给我缠缠在那边。哎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嘛，天不从人愿。好啦，好好睡。你们知道今天我一定要跟你们说，今天 Google 天气预报，我所在区域目前位置体感温度39，我在车上至少有提升3到4度，42吧。而且今天哦，有下午一点有50%的几率会降雨，我们就赌这50%的几率会不会下雨。下雨我就舒服多了。我们现在要小声点，因为我睡着了。那既然睡得那么安稳呢？我们就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叫他起床。只有我一个人玩水啊！不是说好要一起欢乐吗？现在就叫我起床吧。微微，2点半起床喽！你跳什么？哎呦，很冷！哎呦，我们两个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！你跳了啦！怎样？我午休结束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交给你，你还不会想上厕所吗？一点点。你也太会憋了吧！你好可怕哦。因为呢，如果你今天要上厕所，就是你要达成一个任务一样。你这个任务达成之后呢，你今天就可以无限次的上厕所。啊，真的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上，就是阿嬷需要你帮忙的。那什么啊？来，你要不要放进来啦？是菜哎，疯了哟！现在什么？来到欢迎来到微微的小厨房。今天来到车内神还原系列。虽然说啊，就是这个室内还算待得下去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汗还是络绎不绝耶，不是那种就是像你在做运动一样会大爆汗，是那种慢慢滋长型的。我碗都都播完了。Hello， 哥哥，哥哥，没有，真的没有人来找我哎，尿尿了，要去尿尿喽。车子的隔音真的有那么好吗？难怪要跟大家说，夏日炎炎，请大家不要自己待在车上。安安啊，我播完了，酬劳了。只有 U 好好孝顺、哦，真的。外面很凉呢。没有，因为是你们太闷了。来做自己的防护机制做的蛮烂。哦，里面很凉呢哦。哦。好了，我要去尿尿了。好了，静止到静止到这边，好，可以一起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哈哈。哎，让我最后身上再有一点水分。哦，来多一点。不要太多了，不要死啊 ！Go， 我们要重绑绳子，快进去。哦，里面的热气奔腾出来呢。
来，这样他就出不来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的极限了。哥，我刚发现一件事情，是你进来闻一下这个车内，你再伸进来一点。给你放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身为一个177公分长的人类，这个车厢我根本连脚都没办法伸直，真的是好累啊！不过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再睡一下了，各位。喂喂，喂喂，我喂，你起来了吗？干嘛？你又在睡啊？啊，不然呢？我没事啊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出发去亚尼克。什么意思？要出门？不好意思哦，因为出发上路前，麻烦你把这个打平，你要坐这边。什么意思？我好不容易才精心布置好的，Hello， 快把我电风扇切掉。慢走，赶快把冷气打开，布利斯。啊，冷气。啊。你们可以带我出去，带你去兜风。不是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要买自己吃的蛋糕，不是给你的。没关系，我有冷气吹，这十分钟就够了。你们可以开慢一点。哦，我师傅解放，我解放，我连我自己的头发也很油腻，爆油。我俩待在车上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只能待在车上。开心出游。你的气候怎么那么好啊？还可以开车兜风、游山玩水。可以呢。怎么可以呢？舒服。怎么样的舒服？你现在冷气很舒服吗？对，缓解了一个。你最爽你看这上个气候唯一吹到冷气中你。我的头发好像比你油我都快被你丝线了。哎呦喂啊！哇，大姨回来了。原味生乳卷。好棒哦，刚好肚子饿了。哦，是给你的。嗯。好荒谬，我的床在后面。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好笑了，就是。各位观众，我要睡觉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后面睡，这样子，好像是那种就是跟我们这边外婆家露营车、豪华露营车那一集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我今天只是一个没有简陋版的。来，我们平安抵达喽，那我们现在关冷气喽 ，OK， 可以关了。有没有？突然安静，记得把那个座位打平哦，我们要下车了，我们要去就这样享用的，对，把座位打平。你们今天这个桥段，我的戏份就这样。那我们晚餐再来找你哦。不要说我们对你不好，我们把你车窗全部摇下来了，让你更清凉。那我刚刚的冷气全部都漏走这样。喂喂，起床了。5:30了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要交给你，因为现在是要拍开箱时间。对，真是不要忘记了，来了还处处骚扰我我拍完开箱了，哥哥。那我刚住拍摄过程中就是喝水，我现在真的很想尿尿，我要去尿尿，把那些撤干净。厕所，我像那动物园的猴子。我是看到什么奇怪的情景？那猴子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我要去厕所。微微，微微，吃完餐喽。帮我开灯一下。来啊，微微。我睡个满身大汗。下山了不，太阳下山了，不是我们下山，太阳下山了。真的耶，天黑了。来了，7:00，吃完餐了，拿着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健康餐啦，地瓜，还有那个鸡肉。以往我们这种关24小时的企划晚餐都会来个大餐吗？对啊，一瓶水有没有？水，健康餐。恭喜我获得了一块鸡胸肉以及地瓜。好啦，我就开始慢慢吃晚餐吧。晚上我应该可以点个灯对吧？虽然就是在这么烛光的浪漫车厢当中，我只能吃着冰地瓜。一块打灯，我们在山上开始有一些虫聚集，他们开始驱光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直接沦为什么？就是蚊子界的巴菲。不只是你，我也被咬得好惨。原来好了，蚊虫不要来，我已经全身凉凉呢。再来蚊虫，然后再全身痒，我真的会受不了。来哦，阿妈煮的汤，阿妈好。但是红萝卜给我吃。什么红萝卜？你是买煮的红萝卜？好热，他打热天的。不然是热汤，不然是凉汤有。热翻呢。我吃饱了，想必此
刻的大家也正在吃饭呢，都没有人来关注我，也没有人来 care 我。喂喂，运动了，快点起来，快快快！我就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了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吃完就要运动，快点！吃完就要水，因为我是一只喂喂猪。给我马上运动，运动到出汗为止。我要怎么运动？我现在就是要你出汗，你想办法就在里面流汗就对了。我好不容易晚上凉了一点，我今天重点就是要汗汗汗汗。我们在这个气软垫上面运动。哦，不行，你看这个汗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亮亮的汗珠吗？嗯。你们这群可怕的家伙！我今天好像是没办法好好洗澡，我还把自己弄得搞满身大汗。好的，经过刚刚的奋战时间，我现在在喝高蛋白。那我喝高蛋白为什么要记录呢？因为我刚刚直接把我的高蛋白撒在我的身上，伤死了！现在是什么？又热又黏，整个头发后面都是湿到爆，而且我还拿这个喝高蛋白，太好笑了吧？那我们就等哥哥来，看他下一个时间要怎么处置我。喂喂，你运动完了没？你头发有没有很油？好像很热。你有满身大汗？洗澡。等一下，你要告诉我头有没有油？有啊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问你很多次，你头有没有油？撒浪嘿哟！我跟你说，我就等这句话等很久了，就算你头发很油，我们这一次有工伤了。我们24小时关在哪个地方，终于有工伤了。这次是由爱马仕洗发精所提供的工伤。棒很棒。你的牺牲终于有成果。值得，你又可以值得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次不只是提供我们工商，我们观众也有福。什么意思？爱马仕洗发精就提供 iPhone 12的抽奖，以及一年份的爱马仕洗发精。那要怎么才能参加抽奖？我跟你讲，非常简单，你只要留言“我爱用爱马仕洗头”，以及订阅分享，按下你的 like 就可以参加了哦。我爱用爱马仕洗头，不是跟你说，是跟就是现在跟我们首播或者看影片大家可以留言啊，我有黄色兄弟开箱频道的账号，你用流量也太明显了，机会留给大家好不好？好啦，大家抽起来，大家一定要符合资格哦。哥哥，哥哥，不要激动，因为我们接着要帮你洗头了。那我要出去洗澡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头伸出来而已。来，我跟大家介绍，就是爱马仕的头皮净化液。等一下呢，微微，你就是爱马仕的头皮净化液倒在手上，然后在你干的头皮上，然后搓揉之后，我帮你冲掉。那个味道很香呢，而且感觉凉凉的哟。水管来喽！水管，哇哇！哇哇哇哇哇！怎么样？爽吗？它很凉呢。Oh my god！啊，好凉，好冰哦！等一下，好冰哦，凉度爆表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啊！我光用这个头皮净化液，已经有觉得那种毛孔就是凉凉的那种感觉了。然后我现在觉得头皮有一种就是很像洗过薄荷那种，就是自然发凉感。总之就是爽，是蛮爽的。来，我们的正主来了，这个爱马仕去屑止痒洗发精，而且它有在 Costco 上架哦。哇！真好呢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知道什么叫以物易物吗？什么叫服务换取服务吗？现在我都帮你洗头了，你要不要哼个几句来听听？你什么意思？就随便唱个歌啊，随便唱歌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一首《世界再大，你拥有爱马仕》。Hello， 什么？头发塌塌又出油。Hello。快点拿爱马仕来洗头！你在搓哪里啊 ？Hello， 头发问题靠它拯救。头皮痒痒 say no， 头发油油 say no， 帅气形象还给我。头皮屑都 say no， 清爽凉爽还我。生命有你已足够。我不得不说，你真的蛮厉害的。可以吗？真的蛮有感觉的哦。那我的抓你服务满意吗？我觉得还没洗干净，你可以再多抓一下。对，后面啊，后脑勺那个位置啊，我很容易在那边那一块后脑勺出油。本宫已经乏了。真的有哎、欸，他现在光现在就是抹上头皮就有一股凉感。我觉得等下冲的时候应该会跟刚刚的头皮净化一样。爽哈、哦，来哦，那我冲了哦。给大家见识开冲第一视角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好冰哦！啊，你怎么我讲不出话的人？哎、欸，我不行哎、欸，我本来很想要边讲话，
你没有被那种怎么样的不行？是因为凉到爽到不行，是不是？你会觉得你的头皮怎么张开啊？我觉得眼睛睁不开，精神都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摸我自己的头发，哎呦，头皮有的人真的这个很 OK。好了好了，爽啦，真的有爽，满意了没？满意满意。但是不得不说，我现在整个冲完之后，好像有迅速降温感，因为我在车内其实是超热，然后我现在觉得光头啊，就是凉爽感冲上来之后，所以你现在是两个世界吗？你们知道其实闷热的时候会想睡觉吗？我刚刚整个醒过来耶。是哦，那你等一下可以好好的直播了哦。那对啊对啊，等一下。你大概整理一下之后还可以直播啦，不过我们给你一点点那个福利时间。哎，哥哥，有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不要你口臭。没有没有没事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用爱马仕的洗头。没有，刚才什么事？我刚才运动，你运动的时候我运动。你也去用爱马仕洗一下头好不好？啊，给你点福利时间，让你一点点时间给你出来大概灌洗一下。哦，可以灌洗是不是？就让你稍微洗一下身体。毕竟等一下是直播嘛，直播时间我们想要你帅帅的给观众看，因为头发都把你洗干净了，就快洗一下脸，冲一下身体。好的，大家，刚刚呢，我非常迅速的去洗了澡，然后呢就被丢回来了车上，但至少我身上已经没有黏黏，听这个细致的声音，没错，我就是全身洗了澡，还有一个蓬蓬的头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时间竟然都已经就是焕然一新了，决定就是来跟我们大家观众互动一下。这时候就在聊天室就可以有人来举手一下，你有没有追到今天我的直播？我打算来做一个 Instagram 的直播，标题就叫做“伟伟被关在车上好可怜”。Let's go。拜拜。已经十点多了，还是有点爱困，而且呢，车子果然还是有点闷热。又开始觉得有点热。其实现在天气很凉爽哎，现在是10:30，你看山上的夜晚就是如此的美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怎么可以背着我放烟火？我还在说什么？啊，你也想玩是不是？你也想玩哦。我也想要在外婆家玩烟火。好了，我们分你一根啦，看你可怜。烟火的味道都飘进来了。走，来送你一根给你玩，拿进去玩。我不能玩进去玩，我只能在车外玩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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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天啊，这仙女棒好热，还是给你好了。哦，对，谢谢，谢你们的好意。嗯，啊不要了，太热太热，不然嫌弃了，太热了。对，我还是追求凉爽的车内空间，可能会是一件。比较好的事情，你们又想做什么？该睡觉了，想干嘛？现在1:30了、欸，你没有自觉心吗？你现在还想要干嘛？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，我刚刚不在滑手机啊。你在滑手机？自拍啊，就 po 了一张温馨的自拍照，这样。那代表你什么意思？你们把我的枕头扛来啊？这是奖赏吗？这回去还要放在我的床上的、欸，法兰绒的，这会热死吧？我的凉感被呢？凉感被？哎，对，你有凉感被、欸？对呀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是。公公，是你准备的，所以公公，嗯嗯，快睡啦，明天要早起回去开会啦，辛苦。啊，早安外婆家，早安各位观众，没有全身酸痛，我刚睡了，我说应该只睡2-3个小时吧，我觉得我睡更不好哎、欸。总之就是大家早安哦，我现在有点茫茫的。我们现在去看看伟睡得如何吧。休息。早安。早安。早上蛮冷的。这样你睡得好吗？好像不错哦。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也是三次关在24小时里面睡最好的。好像是哎，我们就是觉得晚上，我觉得一切都还好。还好的原因是没有太招来那个飞虫，就也没有什么半夜有奇怪的生物入侵我的车子。那唯一一点就是因为太安静，所以有点极静的可怕，就是虫鸣鸟叫。你知道你刚睡醒也蛮可怕的吗？你就满面油光，而且头发也开油油的嘞。你是不是又在洗一次头发啦？哇，又在洗头发嘞。对，你要先用那个什么头皮净化液，而且记得就是要干的使用，直接搓洗。然后呢，接着用我们的爱马仕去屑止痒洗发精，而且有在 Costco 上架哦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这一集有抽奖，就是抽 iPhone 12或者爱马仕洗发精1年份。没错，没有抽到也没关系，你们可以直接买起来跟我体验一下爱马仕的凉爽。哎，对，而且这充了2次真的太容易了，你就是留
言、通关密语以及订阅、分享、按下 like， 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抽奖喽。但我说真的，我有点饿了，真的哈、哦，要回去了是不是？但回去之前呢，你要先好好的整理你这边，不然我怎么回去？好啦，那我们开始收，我们就启程回台北睡觉了。不是，回台北开会。我收完了，好了，欢迎第一届订阅喵，让我们当个有温度的人，一定要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， 并且参加这次的抽奖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我把我的关在。看起来是很老。你现在从车子里面拍我，超荒谬的。你看我车子下半身在干嘛？Thank you.